这铜铃，偷平人，嘿，一下子。这为啥能回去啊？我都给他控住了，凭啥回去了？哎，这种控制技能控了以后其实是回不去的，这也太恐怖了。这最后0.5秒无敌，你拉倒吧，那控制技能是回是没有办法回城的呀。假如说最后0.5秒都没用，你0.1秒你都回不去，只要给你控住了你就回不去。可恶，掏你的鸟西平 A。 掏你的鸟加掏兵，一下掏三个兵平 A。 他这种近战英雄就平 A 就完了。掏你的鸟西平 A， 九层征服者平 A， 进草丛平 A， 掏你的鸟西回来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炸。鞋子上的泥点盖过所有血迹。掏你的鸟，蜘蛛打野，这有点吓人啊，这走位不对了，这越位了，没有人这么越位压人，他这波兵他敢越位，蜘蛛不带我屁股后的我就吃屎。这我去不了啊，回家。死亡男子，我得炸一下这蓝枪啊！看来我得炸你一下子了，小伙子。如果他们知道即将没炸着，还会挣扎着想要活下去吗？嘎，那蜘蛛肯定在的呢，是不可能不在。我问问你，你能扛兵线跟人打呀？你半血人满血，你扛兵线跟人打呀？你能吗？你能啊？那你能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你早说呀！老跟我犟，我嘴要能有你一半硬啊，都行了，真的。我问你，你能吃屎吗？哎呀，我能啊，我能啊！我就是问你，你能不能吃屎，你都能，兄弟。
力量是唯一的道具。呀，没补着。有人说黑暗，这遗失的章节正好差点钱呢，你看见没？他说他能，我就说啥他都能。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，看不见的，就非得就嘴硬，还老说我嘴硬，真的，我要能有你一半嘴硬啊，都行了。图的轮廓必须由士兵的鲜血勾勒。掏一下。心底早就轮回横行，再多一个又何妨？掏一下，这开始补补刀了，这铁男啊！如果他这边被我掏着，那么不好意思，死了。即使他诓我也没用，他打不过我。掏一下，死了！来，俺俩皇城 PK， 今天谁怂谁就是孙子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力。哎，来蜘蛛了，那我们等死是吧？哎呦，我好配合，我们这波呀，就能掏一下那就掏一下，掏不了那就拉倒，就只能等死。我这种英雄没有大招，那就只能等死。应该把人头给铁男，那他不拿那能怎么办？这个一技能没中，中了还能多给我来一层，我们还能小赚一波。哼，这波的炮车我不可能让你补好，小伙子。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。炮车肯定是没了。我想好想闪现炸一下子，不过我忍住了。我知道刚才的蜘蛛赶坑我并不敢担，他赶坑我不敢担。红 buff 刷了，对面蓝没刷。敢反抗洛克萨斯，掏你的鸟耶、炸，你哪抓住我的炸平 A， 掏你的鸟 W 西炸。仪式的章节，掏你的鸟，完了，掏你的鸟，炸，
可见到的就是征服老蜘蛛，开我的眼儿溜了。这蜘蛛啊一看就不简单，这波蜘蛛应该是往这儿走了，因为包女没看见他，如果包女看见他，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，那他就是往野区走了，他这边一定是在河道左右，所以他很有可能还是来赶赶我们。蜘蛛小戴最近小戴有点猖狂，我一看我得制止他们。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蜘蛛在下路，没有，蜘蛛刚才在中啊。蜘蛛不是刚才跑中路去了吗？然后我们回家，他不是走到下路的吗？这啥玩意儿啊？这都什么时间观念？这都炸！掏你的鸟！虚炸平攻，平攻。平没接炸，开大蜘蛛怎么回事？炸，炸，接炸！我操！哎呀，这也太菜！这波没杀了这蜘蛛，我操！他妈1000块钱没拿着！哎呀，贪心了，兄弟们，贪心了，贪心了。不是啊，我寻思我这不用闪现我能炸着他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早知道我闪现炸他好了，我寻思省个技能。哎呀，看来不能省技能，这蜘蛛不敢单。从现在开始啊，这把比赛将由我们接管。这把比赛将由我们接管。这是永恒之阳，先死，你也死，比赛将由我们接管。蜘蛛多少钱呢？蜘蛛怎么又变成750了呢？他们越是想杀掉我，就越证明我的。刚才不是1000的吗？变了。掏回来。你还真打不过我，炸！很有可能蜘蛛在他身边，不狼了，回家了。掏 W 炸，你跟我打，我操，个老蜘蛛。没炸出来，这亚索不贵了吗？哎，不能不能不能，没技能了。哎呀，别给蜘蛛杀了啊，往下走一波来。他美甲切魂卷是吧？我们也美甲切魂卷，来吧。
但是这波就有问题了。这个蜘蛛啊，现在在野区等于无敌啊，我们必须要打团战。龙给他，跟我俩小带，那你这把可赢不了，因为我们家是军事局，队友只要不傻，没什么问题。来中，来中团这波，我们一甲窃魂卷马上满。来中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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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中，你别往旁边走，旁边左边走不了啊，左边走不了，来来正面团，来正面团，你这野区老容易死了，那包女儿别老瞎跑，来中团，就跟他正面打。继续来，够的，炸炸死蜘蛛，平 A 掏回来，炸接炸。掏炸，吸平 A， 炸，再炸，拿下。正面打他们是不可能打得过的，这蜘蛛这种英雄，你知道。给我打个蓝来。这边打蓝肯定可能容易死啊，就是赶紧打完赶紧跑。哎，很有可能就打蓝就会死，你知道吧？炸平 A， 掏回来，再炸，打完撤啊，不打了。哎，就他一个人可以追来，七炸掏，我生在贵族之家，可以追的小法，我水银还。他应该跑不过我，炸炸，22层美甲窃魂卷，马上我一打五。这把先出双折磨，慈悲之人手中，哎呀，我的人头。吸一下魂儿，掏回来 ，W 炸，掏回来，闪现炸，致命点燃，接炸，接炸，接平 A， 接掏，接 W， 接钉，接炸，
抛一下死了，那也是没办法。见灯笼吗？我操，好勾！锤石死吧！哎呦我锤石啊！还有我这锤石，很有可能大龙要丢啊！打大龙去了，快快快！漂亮，能不能死俩？我就够呛了，打掉了，炸死一个。你这小法师是没死过是吧？来，你不挺能，你不挺能刚才耗血的吗？我耗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一波的，剩仨人了。炸掏，致命点烟，炸平呗，平呗炸。我的点烟怎么没了呢？掏回来 WC 呀，印星这么高，这印星终于让我点烟着了。叮，不行了，我得撤了。